阿伯，阿伯兄弟在底？是讲你要安怎利用这个宝箱，甲林孝文偷公道啊？既然林孝文讲我偷摕伊个宝箱，那安尼我就想办法，甲这宝箱还予林家。大家好，大家过来看。各位乡亲，今麦阮准备要来烧书比赛。 若是上好赢的人，伊就赢；赢的人，咱得着这卡宝箱内底的武艺之宝。梦掉，梦掉。上好赢的人要比赛，竟然有去这要来比，敢袂笑死人？笑死人啊！我较想要知影宝箱内底是啥物宝物。 所以啦，奇怪，这卡宝箱明明都应该伫裤架内底，哪会像样出现伫遮？卡宝箱！靠边靠边，这比赛呢？啊！阿爸母，我进前都怀疑哦，这卡宝箱是阿传头家长，即摆事实证明我摇了无唔对。你又搁敢讲？当初是伊在要传名约的时阵。 你摕这架宝箱，讲是恁大团甲之宝，来做骗你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胡老板啊，你莫跟我有天呢？你有啥物证据证明讲我客户你啊？好啊，谢文，不管是不是偷摕出去，即摆你想办法，甲宝箱摕倒来。是阿爸。阿全，你这個比赛是咩啊比啊？ 这就要看你要摕什么名啊，跟我博啊！安尼真简单啦，我用一条金条，甲你换一卡宝箱，你看啥款？哎呦，各位乡亲啊，你有听到无？林少爷眼中，传家宝敢若带一个金条哦。好，啊无你讲，你用啥物甲你博？就用你爸这么苦家的主，啊，佮有骗走阮阿爸所有财产来博。 我有一个提议，讲予恁听看卖。不如哦，恁互相出一个考题来考对方，出考题的人爱提出一项物件做奖品，若是赢的人，就能得到奖品。啊，毋过所出的考题，明是根本做袂到的代志。那是当然的，我总袂当叫林少爷去天上头班神头啊！<笑><笑>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我就毋相信你会出啥物考题，是我林家少爷做袂到。 馒头，肉糜，好可怕哦！那这些物件够贵死啦！哎呀，这些物件你拢会用吃啦？啊，不过来吃定期餐好不好？真是啊，定期就免钱啊！嘿嘿，我叫盖饼多，盖饼多，好，我叫盖饼多，好啦，来啦，好，啊，你帮我定期一下，好。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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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
我嘛知影吵，啊，不过无法度啊，你也知影吼，迄臭去食阿全，我出这啥物步数啊，啥物都爱，我收入规个庄仔头无加可贵个人，无你阁会给我愿意，互人家白食白住白啉哦。阿爸，其实阿全想这个办法，比林少文吼，这所有去食到你阿边兜，我阁掠去讲你会生气，会甲大家赶出去。我袂哪会生气啊？当初我落魄的时阵吼。 刚才是阿全跟人家收留我，我即马还带一只吼，算起来是报答啦。嘿嘿嘿嘿嘿，你看你看，我刚刚都已经报名一届，你搁加钱，搁落来，哦，你有够巧的啦！警告给你，柯老板，你俩真正足好呢，后盖老只好康了，加万几道啦。嘿嘿，对啦，要无哦，我逐工拢枵到大肠股收长嘞。安怎？ 恁大家拢有食饱无？嗯，有啦，阮食足饱的啦。哦，安尼真好。阿全，看起来我敢已经有达成你的考验啦，吼。是啦，无想是你的啊。即摆换你出题，若是我当达成你的考验，你就要甲即间厝的厝客，还佮有你所霸占的苦家财产，拢交我。
好，卖讲我刁难你啦。既然哦，你只是一个乞丐啦，我就出一个较简单的问题给你啦。只要你会当拍十条，甲这病单金破链，我就认输。没问题。明仔日五时，我会提保箱，还佫有十条甲这病单的金破链。 去咱小苏的所在，就予你去吵闹一架啦。好，明仔载咱就约伫这个所在相等。惊死啦！不过我即摆根本无遐尼啊侪钱。 你拍这尔大条金嘛，敢一条？你明仔载哦，敢一条百平伊。阿母，你免烦恼啦，我即马哦已经达成阿全的考验啊，伊嘛已经有答应要将保险还我，只是我有淡薄仔好奇，迄卡保险内底。 到底是第三个宝贝啦？内底的物件是母鸡之宝，价值在玉佩盒里。另外一块玉佩，另外一身身后身的身躯顶，我的身身后身拍袂，玉佩当然嘛拍袂，所以即摆，这个宝箱当然都无法度拍开啊。为了阿爸甲阿母有影毋知影，即摆两块玉佩拢伫我的手头，安尼拄拄啊好，我就会当神不知鬼不觉，将宝箱内底物件拢摕走。 既然因我都将保险拍开，就永远拢唔知影内底物件放去啊！少爷，我时已经到啊，我看迄个乞丐也是唔敢来啊，而且今麦天气安尼热，还是来先来等。嗯。哎，等等，你免走了，我来讲哦。 阿全，小姐，你好，这边有可能，你哪有可能变得这好个？一定是有人暗中来斗三工对无？拍开。 哇，这是条金毛嘞！也够金地哥！哇，这是条金毛嘞！也够金地哥！ 小爷，我安尼敢若想过啥呀？我是想讲，拍十条金破链无意思，佮加拍一个金地果，予你输甲心服口服啊！这边有可能，你这一定骗术啦，我是无可能予你骗。
你这金马甲破人哦，一定拢是假。既然林少爷认为这是假，那得麻烦伊家己检查，请。这金马竟然是假死的，这边哪可能？不可能！你明明就是一个乞丐，那向边哪有钱啊？阿全哦，伊这不是乞丐嘞，伊是网咖上大的地行，庆林地行大头家所领养的养子。进前伊是为了要找到伊的亲生爸母，唔才会发愿做乞丐，穿破衫去港本。哦，原来阿全是大少爷哦！把你讲倒转来，阿全少爷怎样？阿全少爷阿爷。阿全少爷爷，阿全少爷爷，哎呦，惊死！哇，想不到你竟然是一个这么有钱的大少爷啊！林少爷，这小叔得要照聘照行，我已经达成你的考验啊！你是不是应该把区界的财产跟厝契全部交出来？你放心。这宝箱我一定替来啊！我一定照约束交你的啦。无唔对，孝文孝亚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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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孝文孝亚。哈！阿涛，用厝开来。是。少爷，这地区改厝开，甲所有财产，嗯。我出给你看麦，跟我贴不？贴贴贴贴贴！我出得得得啊！我是，我出不。阿川，这摆哦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啊！阿爸，这我应该做的啦。林少爷。我先给你。这宝箱内底的物件，我是要给你偷摕啊！你若是袂放心，你会当去后壁检查看卖，遐无啦。敢若我有两块玉佩，会当将宝箱拍开，你当然嘛无可能将内底物件偷去走。好，我倒来检查看卖。阿涛，你倒来等我一下，我两面就倒来。是，是。富界财产输去是要算啥？即摆我已经得到这个价值人生的保护啦！这两块玉佩，得当把这卡宝箱拍开啊！手机呢？这边哪有可能啊？哪拢无物件？刚刚内底有机关哟！你哪会奇怪啊？这是什么宝箱啊？你哪里吃？三妹阿全来找我，甲我讲，伊个玉佩叫你摕去，我哪个唔相信？收袂到，真正是你。阿全，阿婆，
年纪小人啊，这边有可能？你身躯顶也无玉佩啊，凭啥物甲伊小人啊？我阁当作你偌巧咧，这玉佩只是信本，那会比得过亲情，还阁有过去的记忆？你讲的，敢拢是真实的？哦，唔对，我确实是恁潘无义后生。迄个林孝文，伊甲我玉佩提走，阁一直阻挡我甲恁两个小人。但呢，你还要留下别人证明你的身份。我会记得细汉的时阵，阿母破病还足严重呢。我跪在恁妈祖庙一暝一日，才救着妈祖娘娘的手巾啊，和阿母治病。后来，阿母就把一条手巾啊，藏在这个保箱内底。明仔午时。恁大家就当看到孝文提两块玉佩，就当证明我所讲的是真的。阿全，是你陷害我，这一切拢是你的阴谋。我陷害你，你卖做遐尔济歹代志，我讲我都害你。阿全，是你陷害我，这一切拢是你的阴谋。我陷害你，你卖做遐尔济歹代志，我讲我都害你。哼，你陷害我，我要你死！你错了，给我放开！阿全，救人啊！救人啊！来啊！放开啦！阿全。你放手，放手！你不走，你阿全，阿全，我放过你，你莫死！你这不好囝，后悔啦！我你车在那大喊，你习惯了也歹啦！阿爸，你敢敢望你家己良心就抓？讲你从来都唔捌想过，唔捌想过要把我当作是一块药材，用来治阿母。就是安尼啦，我嘛是你遐尔济年，你唔知通好报恩，好，今日到带着阮林家，有遐尔济万里钱，阿妹，你永远离开林家，我林家，无你种好事。阿爸。阿爸，我知我唔对，你莫赶我出去林家好无？我拜托你莫赶我走。阿母，阿母，你莫告跟阿爸，你得要去告跟阿爸好无？我知我唔对啊，阿母，阿母，我是你后生啊，我是阿母啊，你还是赶我出去了。阿凯，你的爸那是阿凯，是谁会当来照顾？阿母，你莫过我注意，你过阿老老一点干无？阿母，我拜托你，阿母，我会永远陪在阿母的身边，不会让伊的病搁压起来。你免烦恼。阿全，阿全。人是兄弟啊，对无？兄弟啊，就应该好好斗阵。我知影我之前做唔对啊，请你原谅我，我该回去嘞。我回去嘞，你原谅我，我该回去嘞，你原谅我。小文，好啊，顾凯安怎讲？咱做这么久的母仔，无论你做什么唔对的代志，阿母拢唔敢怪你。也唔过。你几啊届想要害阿全，你敢知影？安尼真正是当咱母仔囝的情分。阿全，
奶奶走。古早有一条王船流对龙岭门港来，当地人因为惊无日头个祭祀，都将王船搁塞倒出去。也是未到，这条王船竟然搁流倒入来，当然是塞三摆。咱个王船是民国两年以赴美，咱中国大陆赴美赴美宫来放出，伊已经靠岸入来啊。咱地方拢哦讨海，大家讨论论个遐善者，即无塞出嘛袂使呢。阮个渔民搁甲伊塞出去。都安尼来回啦，塞三届，但是塞三届迄三暝啦吼，但暝遐渔民拢有听到鼓啊声、锣啊声。到第四摆，王船阁流入来罗里门港，竟然都去问妈祖，受了指示讲，其实是妈祖专工甲千岁爷请过来，大家才唔敢怠慢，都赶紧将王船甲千岁爷请转来祭祀，延续至今。